Hello，大家好，今天 Eric 来到了奇经，当然第一站就要来到我们奇经的天后宫，又称奇后天后宫，俗称奇经妈祖庙，是位于高雄市奇经区旗下李凤寺的海生妈祖的庙宇哦。前身是明正永历27年，就是1673年所建的妈祖宫，为高雄最早供奉妈祖的庙宇。文化资产保存法修正后，是高雄市政府所公告的直辖市定古迹。清乾隆年间，18世纪，妈祖庙由庄明集资重建。光绪13年，就是1887年，天后宫第一次大规模修建。日本大正15年，也就是1926年，信徒蔡吉六发起修建，并着重保存其古拙面貌。民国37年再次大规模整建，民国74年列为三级古迹，目前为直辖市定古迹。民国109年，历时3年古迹修复完工，并于隔年10月16日入伙安座，大家有空来看看呗。